南域水灣補習社支持本土創業工業，而振英旺角補習社就是反方。之前九十年代有 ICAC 的 ，ICAC 而家都有啦。嗱，阿星啊，講得啱啦，日本漫畫咧真係有好多新思維嘅。你唔係嚟食派力滋嘅咩？你最開口講嘢啦！哇哇哇！你哋覺得真正團結嘅力量係乜嘢？信任自己嘅隊友。咁死啦！你係豬，你隊友又係豬，豬又諗住靠你，你又諗住靠豬，咁咪咩啊？三隻小豬咯。咁真正團結力量又係咩啊？你會唔會太離地啊？講啫，我只係引證翻之前《進擊之巨人》講過隊友係唔可靠嘅論點。真正嘅團結精神咧，就係隊入面每一個人都要令到自己係最出色、最出盡風頭、最勁嗰個，咪靠隊友。呢個論點咧，之前日本漫畫《One Piece》有講過噶啦。唔通仲有香港嗰啲咩漫畫兄弟同心咩？是啊，香港嘢正 cheap 嘢，睇咩类型嘅啫，唔通足球、篮球嗰啲又系咁咩？足球啊，喺自己底线啊，打人哋龙门啊，跟住唔够气啊，俾人抢交埋个波啊，咁样啊出到风头咩？白痴！喂，你咁似讲咗边个咁嘅？一味自己讲，又俾队友讲，又冇 point， 又要输俾我，又死唔认错，输又输甩裤，喂，咁咪自己攞家嚟丢咯，丢啦你！吓、啊，点解嘅？点解今日个剧本点写，我哋都好似处于下风咁噶？佢哋已经冇波子啦，好似连阿 T 嗰口才都好过我咁嘅。咁你哋仲有冇咩论点啊？唉、哎，唔玩啦，唔好玩嘅，够钟翻屋企睇歌，边食鸡扒啦，拜拜。哎，我都要搵 band 哥。喂，完全冇体育精神嘅，卵都未变扬手。咖啡系咪真系咁好饮啊？这些机会。仲有我喺度，辩论比赛都未完。喂，记唔记得我？记得，你咪嗰个天才儿童啦。系咯，上次嗰个辩论比赛啦，你啲队友走晒，你都仲可以垂死挣扎。果然系输人唔输阵，名副其实，虽败犹荣。就好似史力加之父許成毅咁樣，雖然佢喺香港土生土長啊，但佢都係去到外國咧，先至創造到史力加嘅。如果喺香港，史就有。弊啦，手機冇電，冇波子提示，我點信號啦？喂，冇畫面喎、啊，冇聲冇畫面嘅，頂亞視嚟噶。咦，就有咩啊？嚇乜？我啱啱有講啲咁粗俗嘅嘢咩？唔係你講，唔通我講啊？就當你冇噏過啦。咁你之後仲有咩論點想講啊？藍英的眼神充滿了鬥志。是，你們輸了，不過我又真的不可以不和你們鬥心的。是嗎？那你現在想怎樣？你不是為了說這幾句啊？那就當然不是這幾句啦，我想跟你進行一個交易。如果你肯做我的女人，我輸給你有什麼所謂？今次的辯論比賽正式開始，今次的辯論題目是……你不可以這樣做的啊。同性戀真心相愛，你怎可以這麼不人道？你有沒有理過他們的感受啊？即是雙頭槍春藥，或者是強姦合法化。三浦課後超凡闖千關，大學我想入貼士耀眼，要吃要吃。